一般的游戏我是不玩的。我们也赚点收入吧，一般的游戏我是不玩的，已经戒了。但是这个，我觉得代表中华文化，文字的博大精深，我们一定要看一看，这就好了。里面还有金木水火土等等，一共有50关。我们周末就当放松一下吧，最后再看一下这关怎么过。心源归正，行者出山。心源归正，欧玛尼贝贝哄。是不是要把这个山推倒？拉是拉不动的，把这个封印孙悟空救出来。心源归正，行者出山。这老虎我过不去呀，怎么办？唐僧，哦，只有唐僧能救孙悟空。啊，我跑。跑！笑笑笑，无法笑。那这个唐僧怎么拉呢？这是死胡同。拆，把唐僧拆掉。啊，不行。笑笑，怎么搞？菩提本无树。树是动不了的呀，树可以拉吗？无法拉。这关我们要看提示了，有没有提示？